今日我哋咧喺中興井澤嗰度嗰個七仔咧度咧抽到啦，用咗640英就抽到呢、這個龍珠悟空。係。就回來了，他給錢我就負責抽啦，那呢就是抽到呢原來是只有一番，是不是只有一個一番，就是那個活動呢應該抽獎，那我們抽到 A 獎啦，即應該是不是應該是大獎來的，是的，那現在我們就開箱啦，看看它是怎樣的，因為原來呢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很難抽的，因為那個店，即係嗰七十一嗰個人咧，直頭好似俾唔切反應，跟住咧佢直情喺嗰個架度直接拎俾我哋咯。哦，咁所以我諗唔知係咪得一件啊？我就唔知啦。嗰間鋪可能得一件咯，不過我都估唔到呢個未開。我唔開心啊！收到。唔係，我係有啲愕然啊，因為我本身係冇乜抽獎運啊，真係，但係佢又抽到喎，我見到A 咁樣喎，跟住我先喺度講 A 喎，跟住之後一攞嘅時候攞走咯，即係成件可以攞走俾我。我仲諗緊咧，都唔知係咪真係可以抽到，得耐已經。等等，需要啲時間去開。我估唔到佢抽到咯，我好似喺泰國買翻嚟個版咧，我嗰時喺泰國買咗乜3000泰銖咯，嗰個就。哇！佢呢個仲有重重兩三，三千泰銖，但係呢個係680英，係啊，680英即係港幣40幾蚊咯。呢度都係要開最終。港幣係嘛？600640英對七，即係七算即係49咯。係咯，即係40多蚊咋？我諗呢個應該真係正版嘅。係正版，日本抽。係咯，日本抽係咪應該係正版啊？因為佢就中意龍珠嘅，所以佢就話抽唔抽啊？抽唔抽啊？是但啦，抽。嗱，開出嚟睇下點啦。開出嚟咧，睇下先。開出嚟咧係咁嘅喎，咁樣嘅喎。好似有啲小丑女啊嘛，啲小丑女的 figure 又係咧可以換身啊，換頭啊。睇下。有個圖咯，完成圖。完成圖。哦，完成圖係咁樣嘅，咁曬睇㗎啦。係啊，我哋開嗱，你開俾大家，你開啦，你開俾大家睇啊。佢開出嚟係咁樣咯。你完成啦。咁樣係完成啦，我哋砌出嚟先。咁咧，佢唔係喎，其實佢已經砌咗。呢個係。已經是超級殺人的形態了，但是不哦，是負載器的那個，嗱，看不到啊，大家講厚一點，太大隻，很大隻的，像頭那麼大隻，拿頭啊，好像頭那麼大隻，是很大隻的，都挺大啊，我覺得，還有都挺都幾穩啊！咁跟住仲有啲手啦，有呢啲喎，仲手，啲手可以俾佢換嘅，仲有啲手啦，係啦，俾佢換嘅，仲有啲頭啦，就變身嗰個樣啦，個頭啦，準備變身嗰個樣，變身個下啦，嗯應該就掹出嚟，你睇一睇啊！嗱，而家試下俾大家睇下點樣掹佢出嚟啊！佢就話：我覺得依只都做得靚喎、係咩？我覺得依只都真係唔錯喎。就係咁咯。我個樣好似急屎咁啊！係咪可以換埋隻手咧？儲氣嗰個動作。因為佢係龍珠，佢中意龍珠，佢就會比較清楚。所以而家全程有佢講嘢，我哋好似喺度聽佢講咁啦。係啦。哦。變咗呢個係儲氣嗰動作，係準備變身嗰個動作。咁呢個係咩啊？呢個係變身個下咯，即係大眼。哦。
大啊，咁變身咁變咗呢個樣啊，就有翻眼珠咯。呢個就白曬啊嘛。係喎係喎，白曬喎。係白曬啊嘛。係喎，真係白曬喎！呢度真係。呢個幾正，唔錯。呢個真係好抵喎，640 yen 啫喎，就可以抽到啦，睇下。唔開心，第一次抽到。其實都幾開心噶，我係冇真係冇諗過會抽到嘅。我都開心，因為我有嘛。係啊，因為佢有嘛。我出咗640 yen啫，咁就有咗呢個嘢啦。40 yen就有咗呢個嘢啦，轉其實真係幾靚。佢咪就咁企唔穩咧？點解要有個輔助咧？我驚佢跌啫。哦，就係咁啦。follow 我的 IG 啦，我的 IG 就在这里啦。喜欢这条片的就给个 like 啦，记住订阅我啦，下条片见，拜拜。